11月6日，粵港澳大灣區建設領導小組會議召開，推出一系列惠及港澳的政策措施。港澳居民在粵港澳大灣區內地城市購房，將豁免在該城市購房所需的本地居住、學習或工作年限證明，以及繳納過稅及社保條件。港澳居民享有與當地居民同等的待遇。IEA 集團日前公布了2019年上半年香港房地產前景問卷調查結果，逾九成受訪者認為香港樓價太高，平均要到44歲才可以成功上車。而大灣區是港人置業的熱門地區，近四成受訪者打算在大灣區置業，其中中山、佛山及廣州的受歡迎程度排名前三，主要原因是完善的交通配套、物業附近配套充足以及方便來往香港。值得注意的是，在大灣區九大城市當中，中山最受歡迎，排在港人考慮置業城市的首位，共 43% 的受訪者打算在中山置業。時代美城位於中山彩虹片區港龍南路16號，周邊鄰近天悦城、大信新都會、佳信百貨、一加一超市，項目坐擁四縱四橫交通網絡，臨近105個道，西至小欖城軌站，東至廣珠城軌中山北站，15分鐘就可以到達深圳前海自貿區以及廣州城區。發展商是中國房地產50強香港上市公司時代中國控股有限公司。時代美城是時代在中山的第8個優質作品，項目位於被譽為中山尖沙咀的西區。项目一共有14栋1800伙，现在在售面积有86、98、117、128和139平方的三至四房户型。项目是中山西区的标杆品质住宅楼盘，拥有最具现代艺术的园林，还有近400平方的国际标准社区泳池。小区入面还配备了社区公交车枢纽站，老人小朋友出行都非常之快捷方便。一起来看看示范单位，镜头前面的是86平方米的三房单位，门口设有日湖花园，为打造西区高品质住宅，全屋的交楼配置都是国际一线品牌。露台朝向东面，采光充足的同时可以饱览园林的全景。117平方米的三房单位是采用南北通透的设计，双向的露台可以分别望到小区内外的景色。房间空间是正，主人套房更配备有衣帽间。